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这是我最好的医生，你就安心手术吧啊。来吧，别慢着，把这个咬着。咬这个干嘛？你这就不懂了吧？这就怕手术的时候这麻药会失灵，会很疼啊。咬这个能缓解疼痛啊。麻药怎么会失灵啊？这一般不会啊，一般不会。这就怕那些无良的医生把那麻药的出厂日期给改了。这麻药一过期，这不好说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不会，一般不会。我们做过这么多台手术都没什么事儿，你放心，很快就好。哦，很快就好，来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什么老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我又惹你生气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咱们家不是有吃有喝的吗？什么有吃有喝的呀？每天都是咸菜萝卜干的，还不如小红家那狗吃的好呢。咸菜萝卜干吃了不健康减肥吗？我不要减肥，我身材好得很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上大一那会儿你就跟我那么说，现在十年都过去了，怎么样？越活越差。咱班那小红长得比我差远了，前两天她老公又给她买辆跑车，你看一看我的车都上锈了，那能骑吗？我真是后悔，上大学那会儿这么多人追我，我真是瞎了狗眼，怎么跟了你了呢？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，我已经跟了你耗了一大半了，再这么继续生活下去，我们只有分手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为当初的选择后悔的。哎，老板，你看他那个肾怎么跟别人那不一样啊？哎，还真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。你这个肾跟别人的可不一样啊。怎么了？这个品相不知道。我身体一直都很好，怎么肾的品相会不好呢？这个肾的品相啊，与人的身体好坏没有关系。那怎么办？我给不了你十八万。不是说过十八万吗？既然给十八万，这个价钱给你已经是最高的了，能不能再多给？不坐不坐，不坐走廊那边好多人等着我呢。哎，我坐我坐。钱怎么给我？这样，先给你500定金，手术完了之后，其余的马上给你。坐的时候疼不疼？一点都不疼。打完麻药，手术完之后，就跟每天早上起来一样，精神焕发。坐吧，走。